人的一生有三个妈，一个叫做你妈，一个叫做我妈，第三个叫做团妈。团妈之老公爱乱买篇。今天购买的呢是台湾雅思朵的科技石墨烯科技除臭袜。那这个袜子是之前买的，那非常高级哦，每一双是用纸盒装的哦，然后摸起来质量也很好。可是呢，它就是太小双了。这个这样船型穿下去呢，它这个都会穿哗啦哗啦，因为我们的脚太大，所以就不太适合。可是它真的质量不错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又在团妈那里看到了这个，也是一样的品牌雅思多，那就是用这个包装，四双149块。那我们就打开看看，这个买回来穿呢，它是有足弓的透气机能袜，然后它这个穿起来呢就比较大。就不会这样滑溜滑溜，然后质量也蛮好啊。然后刚开始呢，我们就是只有买8双，149，149。然后后来呢，就觉得穿得很好穿呢。后来呢，我老公就赶快又冲去团妈了，结果又买了几双，你知道吗？又买了20双。到底是有几只脚？到底是有几只脚？买了20双。然后我们上网上一般的购物网站呢去看呢。8双其实定价是475块哦，所以我们这样只要149、149，加起来不到300块。那可是网络上卖的呢是要475块，所以呢，团妈之老公爱乱买篇，成功。